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 NU Life 呢，是我们的新品牌，即将在这个6月18号的时候盛大开幕，预定6月18号，应该会如期吧。OK， 好，那目前的话还在整修当中，还有在做一些事前的定位，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割草收垃圾。这个是我们的摆设，那我们现在进来看，我们进来的话会有看到一个这个书架。跟 NU Passbar 原本的风格其实还蛮像的。这边的话是吧台 ，Enjoy the relaxing lifestyle。这个是我们的前台，看一下，目前还没有收好。待会的话，我会拍照来做一个完整的记录。我先用影片来做记录。Hello， 西哥，这是我们最帅气的督导陈西哥。好，陈西的话已经从事督导2年多了，是个非常专业的督导，资深督导。好。这个都还没有好哈，到时候好的话会很漂亮。我先做一个就是整理前的一个记录，现在装修的话是大概好了，就是剩一些基本的一些环境整洁跟定位。那这边的话会有饮料区，那我们的这个椅子的话大概有15桌，有15桌。Start your new life， 没错，待会分一下工作。Test simple love。这边也有位置。整个环境的氛围，算是非常非常棒的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的休息区、员工休息区啊。我们刚刚我们的这个珊珊姐经过了，我们的阿妹督导，早安，早，好，就以上，做个简单的记录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来拍照了，欢迎各位朋友来用餐。